起，霜雪不完悲与喜，飞花醉将断戈壁，秋处茅庐青色不可及，鸿鹄展翅苍茫只须臾，无所谓名歌错纵不惧，破天际渐渐此刻谜题，起落观景里蜕变出浩瀚勇气，不忘江湖路上历练峥嵘侠义，年华一笑便是定西高歌心万里。少年梦逐浪如城，云长心镌刻年轮，年华未曾遇伤痕，敢闯荡才算人生，方寸剑浪脚激扬青春，擦拭过岁月风刃，天涯凌云尽所能，是你我并肩又一我原本以为洛城主能有这样的修为，定是气宇不凡之人，可适才面对这样的良才美玉，洛城主又为何要赶尽杀绝呢？我自有我的理由。可今天这个人你杀不了。二哥，带无双走。多谢。我应该谢谢你们。走吧。你就是萧楚河。我听说三日之后你要带走一人，并且再杀一人，你要杀的人可是我呢？正是你，但不应当是今日。我给了三日时间问见天启，你拿的是棍，没有资格参战。那我呢？新界，你是李新月的后人。雪月城雪月剑仙李寒一，雷家堡雷门双子雷轰门下弟子，剑心种新剑传人雷无杰前来问剑。你个傻子，你不会觉得前面称号越长越厉害吧？好。哎，等等。等什么？前辈已经接连战了两场，并且两位对手实力都不凡。前辈虽然现在看上去并无大碍，但我相信体力一定与一开始有所不同了。我无妨。别说了，前辈有心让我，但我却不能接受。我辈剑士人人心诚，岂能愧对于手中之剑？刚才前辈不是说要在天启城多待几日吗？那么三日之后等前辈休息好了，我们再来此地问剑。我前辈告辞，三日后见。走走走走，快点。雷无极，你疯了？你怎么可能打得过他？雷兄啊，你看上去单纯懵懂，其实还是挺聪明的。怎么说？刚经历了两场精彩对决，孤剑仙的神采在众多剑士中堪比神人。可当气势正旺，孤剑仙想要求剑却无人问答，雷无极却冲了出来，一顿插科打诨，还立下了三日之约，把气氛扫得干干净净。顾剑仙想要营造的高手求败的感觉就荡然无存了。嗯，还是叶姑娘懂我。那三日之后怎么办？雷无杰你又该怎么办？哎，今天上场的这三个人我一个都打不过，尤其是那个顾剑仙陆青阳，差距很大。你还知道？但是他一剑斩了永安王的牌匾，这是在示威啊。不管我们去不去挑战他，他都会上门。与其让他主动找茬，还不如我们先挑战，至少这样还能什么？还能出个名吧。哼，你可真是个妙人啊！无妨，没什么大碍。
好好休息一下就行了。多谢先生。谢谢先生。小无双，小无双，这些都是我从萧瑟的药房里带来最上好的补品。你也知道他这个人小气得很，搞到这些可不容易了呢。你是来求教的，废话少说，直接问。你是想问洛青阳的剑？哎，是的。